推广的身心灵滋养班。那么到现在啊，从这样子的50人、100人、几百人、1000人啊，到我们那一天在台湾的那一场，接近2000人啊，到这个7月7号，据说有2000-3000人，那么这个人数一直在增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可以有1万人一起来上身心灵滋养班，好不好？那么在这个身心滋养班里面呢，绝大多数的第一次来上课的有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身心灵滋养班。那么这个课程在洛杉矶第一堂课所列出来的题目呢，叫做灵魂疗愈班哦。那么因为后来推广到亚洲呢，尤其台湾哦，是不准讲疗愈两个字，所以我们把灵魂疗愈班呢改成身心灵滋养班。其实在这堂课里面，就是在跟灵魂打交道。我们在过去哦，一直到现在，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时候啊，这个曾经的啊人事实地物啊，各种情景啊，这个演戏的戏码，都在曾经上演中，但是因为当时还没演完，所以这个一出一出的戏啊，就挪移到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舞台。那么在这一辈子的生命舞台中呢，化成我们所谓的命盘啊，就在这样子的滴答滴答中啊，该到的时间他就要上演必须上演的戏。有些戏是喜剧，有些戏是悲剧，但是我们希望在超级生命码系统身心灵滋养班呢，我们不要让悲剧来找我们，而是我们呢先去把那一曾经不好的剧把它开始做调整。所以往往啊，用心的学员呢，在这堂课里面就会达到所谓的起死回生啊，跟生死打交道。所以这堂课讲起来是很轻松啊，身心灵滋养班。但是其实到当天呢，与会大众不光是你的参加，而且在课堂中你的负能量、冤亲债主啊，跟你相关联的等等等等的这些可能的有情众生，都会聚集在你的身边，大家一起借由身心灵滋养班去解那千年未完成的戏也好，千年债也好，反正在短短的一天的课程当中啊，让绝大多数打开心门想要改变的人都改变。所以这堂课啊，得之不易啊，还没报名的举手，谁没报名？还是少数，因为还没来得及报名，对吧？是，我为你想了一个理由，是吧？等一下去报名就可以了啊。那么，来上了太阳圣德的课呢，在台湾的学员有很多人都说，在课程中就这么样的啊，轻松的。一项一项的就这样子的时间流逝过去啊，自己有所谓的成长与否，而且呢，在上课以及上课回家之后啊，发现有善性的副作用，也就是这个叫什么？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啊，达到某种的效果。那很多人是巧合啊，很是巧合，但是怎么会这全部冒出来都是巧合？怎么会那么多巧合呢？而且都在发生在那一天当中，是不是？所以如果按照大数据来做比对，那往往
结论的答案就是能量在运作。好，所以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任何的课程讲座，应该都是有福之人。你邀请得到家人朋友同事社区邻里来，相信大家也都是有缘之人了才能够参加，否则就会有很多的理由就不了了之也好或者当天发生事情不能来的或者是有很多你也预期不到的，到那天他就来不了了。所以能够来上课参加活动，尤其像今天这么忙碌的一天的工作之后你还能来的，这都代表有福之人，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在你拍手的过程中，觉得有没有全身热起来啊？有没有觉得说拍起来都有风了，是吧？这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的魅力。而我们这一次活动号称上万人，那么在这几个月当中，全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动起来了，都在积极的邀约天下善士一起齐聚一堂。而可爱的你有没有一起邀约啊？有没有？